是小强，谢谢。大家好，这个人你不清楚。我在赤壁演的是曹操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梁朝伟，在戏里面我演周瑜。大家好，我是陈，我在戏里面是演诸葛亮。大家好，我是张震，我在戏里面演孙权。 大家好，我是张震，我在赤壁里头演刘备。大家好，我是游泳，我在赤壁里扮演鲁肃。好，谢谢，我们再次感谢全体的主创，请就座，谢谢。另外一位重要的女演员，那就是扮演孙权妹妹孙尚香的赵薇小姐。 那历史上呢，孙尚香聪慧刚烈，而且是一名敢恩敢爱敢恨啊，这些敢恨敢爱，我觉得应该是敢爱敢恨的一个奇女子啊。那赵薇呢，这几年是拍过很多的电影，可以大家都看到她在这个演技上面是日益的精湛。那她来接演这个角色，相信会成为赤壁当中的一大亮点。我们下面就有请赵薇小姐来给我们谈一谈她的感受。谢谢。其实我。 很高兴导演能让我选这个，哎，选我演这个角色。其实看完剧本，我也觉得很适合我，因为我也是比较敢爱敢恨的。<笑>然后，那比如说我的那个孙权是有时候容易下不定决心的一个人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个兄妹是绝对是非常互补。他还没下决心呢，我已经冲出去了。 所以，我基本上是一个跟小乔完全相反，然后比较的活跃，比较的冲动的一个。
个女孩子，总结一句话吧，也希望我可以做到，就是巾帼不让须眉，这样，谢谢。谢谢小薇。说起三国大将赵云呢，我们会联想到很多关于这位英雄的人物的传奇故事。赵子龙一身赤胆呢，就是人们对于这位传奇人物的高度概括了。而这位武功高